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第四節啦，咁有日朗、有 Ian 同埋阿康喺度嘅，咁同埋我陳四啦，咁樣咁就補充少少資料啦，因為頭先咧我都問過啊，點解國泰咁勁嘅咧？工會嘅個力量喺邊咧？咁樣咁啊有我哋龐大嘅資料搜集團隊咧，一個人咁多嘅，咁咧就有俾個少資料，佢話咧其實通常咧呢國泰嘅工會工業行動咧就分兩種，一就其實主要就睇下牽唔牽涉機師嘅咁樣。今次咧唔牽涉機師嘅，唔牽涉都勁喎咁樣，咁都即係話好快達到有一啲嘅成果啦咁樣。咁佢講到咧就係話如果係牽涉埋機師咧，其實嗰個力量係更大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機師係足以咧牽涉埋係國際嘅機師嘅，即係全個地球其他機師都可以加入聲援啊，同埋個工業行動嘅，咁樣夾法就國泰就冇計唔俾你夾到啦咁樣。但今次又唔牽涉，但都勁抽嘅咁樣。咁呢個其中有少少嘅資料咁樣，咁就補充一下啦。因為呢個國際機師協會咧，如果佢都加入埋聲援咧，係可以禁止國泰請機師嘅。咁你威，咁你叻，我做社工嘅真係冇用啊！咁樣我只可以咁講啦。我哋呢啲都係一盤散沙嚟嘅咁樣。咁啊，你其中嘅資料啦，咁樣咁就另外就啊，死我有補充唔記得啊，係啦。另外就係其實chat room 好多朋友都知噶啦。而家咧其實9:03開始咧就係直播緊呢一個梁振英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啊。係啦，咁樣咁就舉遮啦又大嚿舉遮啊，係又舉遮啦。唔係今次有新意，今次有一個指陣嘅，即係仲指做嘅一隻佬。指責嘅你想講係咪啊？係指做嘅佬，咁上面有冇化紅化面嘅隻佬？會化咯。咁上面咧就馬字嘅，咁就係機鋒咧呢一個嘅2017嘅呢個政改咧就係指鹿為馬咁樣。都話交起上嚟，你真係估佢唔到噶啦！我哋早兩日出個投票噶咯，即係民嘅身喺心口度叫關心民生啊！呢啲佢，我覺得佢真係會咁做啊！呢啲真係黐線。班泛民都覺得自己溝溝流流啊，所以唔諗住擺一隻，要擺夠100隻咁多咯。100隻指鹿為馬。行為藝唔係即係呢個一個裝置藝術啦，諗住靠多排咗，你當哈佛 City 叮當咩咁樣擺曬喺度，叮當擺喺尖沙咀，即係爛劇咁講叫叮當碼頭嘛，咁樣講算啦。好，出咗投票啦，你講一講啦。咁呢個投票就係話咧，熱血時報咧用咩吉祥物最好做吉祥物最好咧？選項咧係有花生仔啦、湯姆啦、老少啦，同埋發仔嘅夾夾兔嘅。是啦，咁樣咁就即係點解會有吉祥物嘅出現呢？咁就先講新聞先啦。咁其實近排呢就對於吉祥物係有單新聞嘅，你講一講啦，因為我未揾到。係啦，咁早前咧呢一個嘅東方咧就有個報道嘅，咁就係話咧，即係有好多而家有好多政府部門咧都推出啲吉祥物咁樣，咁於是呢個記者係啊，大家唔知咧，所以咁所以呢個記者咧特登咧就走出去問下大家對於啲吉祥物嘅認識有幾多咁樣，咁樣咧即係大家咧，咁佢嗰個調查結果咧就發現咧，其實大家咧都知道。淨係知道大嘥鬼係邊個嘅啫，咁而其他吉祥物咧，咁佢就訪問咗個記者，訪問咗50個市民。而家就個熒幕就出咗大嘥鬼啦。係啊，呢個左邊嗰個大嘥鬼定右邊個大嘥鬼啊？分唔清嗰個啦。左邊右邊嗰個大嘥鬼。係啦。左邊嗰個邊個嚟㗎？黃錦星。黃錦星係咩人嚟㗎？黃錦星係環境局局長。哦，咁佢應該唔嘥嘢嘅咁樣。點解擺埋一齊嘅？
似你 friend 咯。哦，你哋講嘅啫，咁樣我唔反對。咁就呢個其實應該係話又咁講啦。其實因為由大嘥鬼嘅出現啦，咁就令到好多政府部門覺得搞只吉祥物有得諗喎。因為大嘥鬼好唔係受歡迎，而係好多人都認識啦。其實大嘥鬼多人認識係因為隻歌勁啫嘛，喺度 rap 到唔知點，rap 到唔喺個 beat 度嘅 rap 到唔係把聲好唔 rap 啊，把聲好，而且配音嘅聲。咁梗係配音啦，唔係我你講得啱係配音，唔係唱歌嘅聲，但係佢把聲好咧，好上一個韓國婚紗廣告嗰個配音啊，咁又唔係即係有啲唔係，即係好似李克勤唱 rock 咁樣，咁唔係嗰件事啊嘛，我總係覺得咁樣咯，咁就因為咁樣，咁吉祥物嘅出現，咁咧就引發咗咧有好多其他政府部門都搞吉祥物嗱咁樣啦，我先講喺無謂唔係無謂即係講下本質先啦，吉祥物本質其實就係因為你有一啲嘅你要宣傳一啲嘢，但係嗰啲嘢咧可能喺度虛無嘅概念，嗰個概念你捉唔緊，咁變咗你有一啲形象嘅 icon 咧，你先可以得到較為容易 catch up 到即係大陸叫吸睛啦咁樣嚇，吸引眼球啊，或者你注意到嗰件事啊咁樣，咁咁即係啲概念化嘅，譬如你就算係一啲運動項目都要咁，譬如世界盃啊，之前我哋講奧運啊，都係啲咁嘅吉祥物咁樣，都係而家啲吉祥物都係好唔掂啦，咁樣都係啲設計有問題啦。所以因為你捉住佢，其實你搞社會運動都係咁噶，你去爭取一啲嘅權益啊，爭取一啲嘅政策啊，咁樣你都係難啲去觸動噶。咁如果你有人去俾你搞，有好多蕭友懷啊、梁振英啊。曾蔭權啊，即係你督住要下台咁啊，唔黑劍嘅話佢唔得掂嘅，長毛成日講咁啲講幾十年都仲好，其實好勾呢單嘢，唔得掂咧咁樣，講下第二啲啦，咁就其實有個人物喺度，有個形象化嘅喺度，其實係對於一啲唔認識件事嘅人，或者即係容易入到個門檻咧，去吸引佢嘅。咁變咗好多嘅政府部門咧都爭相效法阿黃錦生，大嘥鬼啦，就搞一啲嘢咁樣，但係冇人就變咗28座啦咁樣。咁有啲咩咧？咁阿商業試下出一啲考下我哋啦。係啦。哇！咁記得咗。咁小學嗰啲建教書嗰啲咧，嗰啲畫嗰啲公仔咧，叫你洗手啊，唔好有唔好有脊髓灰質炎啊嗰啲咁樣嘅嘢。咩嚟㗎？邊個識啊？你哋嗱呢一個咧就由衛生署推出嘅吉祥物。咁左邊一個咧叫做吳偏食。右邊一個咧叫做中意喐，即係主要係教大家有均衡飲食同埋適量嘅運動嘅。點解唔偏食心口有個金字塔？應該係食物金字塔啩？諗到係啩？我真係好叻。我心口有個食物金字塔，咁我就叫唔偏食啦。好吉祥啊！右邊就係中意喐，中意喐點解咧？因為佢架底下有兩條線喺度嘅咁樣。第一個應該係咁樣，我真係唔知道，我淨係叫雙傑係咁入圖啫嘛。咁我咪先睇係咩咯？咁呢個係咩部門搞噶？係衞生署啊！衞生署搞嘅就係唔偏食同埋中意喐。哇！我估呢兩隻公仔使20-30萬設計費唔奇啦，係咪先？原來佢啲單張係有嘅咁。有喺呢一個嘅幼咩幼驚幼型驚喜幼唔係幼型起動校園計劃嘅宣傳。唔係，其實呢啲公仔咧，佢會唔會好似迪士尼嗰啲咧，就會有個人着喺裏邊咁樣？唔係，其實譬如你睇你足球嘅吉祥物啊，籃球有啊，有個洞天度。唔係呢個之後嗰個啦。譬如你話打籃球咁，你嗰對波都係啲吉祥物，打打跳下跳下咁樣。就算你台灣波都有嘅。我哋睇下第二個有啲咩睇下？黐線嘅真係。嗱，而家幫政府宣傳啊，你請我做官啊，你嘥咁多錢，哇！彩虹戰隊設計一個就唔見錢啫，設計一個咩怪獸公司？唔係呢個係寫怪獸公司。如果怪獸公司係出呢批咁嘅公仔，迪士尼就執咗啦，色加茅利搞掂啦。咁呢個十兄弟嚟嘅，咁係邊個搞嘅？呢個係勞工及福利局搞嘅，叫做社會資本十兄弟。咁佢係講話要推動香港人民嘅使命。佢哋咧就情同兄弟，咁咧就可以發揮呢個凹凸互補嘅精神，為建立香港人情味咧出一分力嘅。咁佢又乜嘢啊？
關咩事啊？好，嗱，十兄弟啦，咁樣，咁呢十兄弟呢只叫咩名啊？恩皮四啊！恩皮四，咁點解？唉，算啦，呢個又有燈膽嘅，橋王，橋王五踩滑板嘅，有橋嘅人踩滑板嘅。跟住呢個咧，成個阿 B 咁樣整個心形手喺度。網網絡呢個叫做呢個叫網網絡，網網絡點解佢叫網網絡啊？大佬，因為佢有講佢話，因為佢有無限伸長嘅手臂，可以將唔同嘅人連結埋一齊咁樣。即係劉備咁樣。係啦，黐線呢個呢個重點，呢個勁，呢個勁嘅呢個名勁，呢個呢個 medium shot 嚟喎，睇唔到對腳。呢個叫高腳人。何俊仁個人啊，係啦，佢又唔叫高腳七喎，佢叫高腳人，人就係何俊仁個人，你心腸都壞啊！你個設計師，咁但係點解佢會高腳咧？呢個吉祥物，佢中意影相，我個頸就掛住相機，而且佢強調雙腳係特長，一步千里啊！不過經常唔小心撲低咁，暴撩嚟咯，咁撩嘅，暴撩嚟，姚明啊你，屌白痴！白痴呢、這個呢、這個係呢、這個開心八，呢、這個咪小成個曾志偉咁，我覺得開心八哦，即係你話佢好開心，會唔會係抄啊曾志偉咧咁樣？你俾曾志偉聽到麻煩咯，做咩先問我答你？關咩事啊？咁樣呢、這個哇，呢、這個米奇嚟喎，好似呢個係邊個？大聲哥啊！呢個係大聲哥咁樣，咁就話佢身上面咧就掛咗唔同組織所頒發嘅徽章咁樣。哇！咁似一哥嗰啲嘅唔同組織嘅徽章，有啲咩勳章咧？究竟做個班長啊，做個行長都黐線嘅喎！如果咁樣搞啲吉祥物，我又未見過，即係大家都未見過啦。跟住，哦呢、這個係大喊包啊！佢係因為佢有充滿同情心啦、善解人意啦、感情豐富啦、易喊啦，所以左鄰右里都中意同佢傾心事。呢、這個似海綿寶寶，扣佢200分啦、啊！呢個聽日都可以用啦。係咯，係咯，我哋印一人扮啦，我印一舉高啊！整件 costume。喂，呢、這個就成個勞福局搞嘅，仲有咩其他部門？有個天文台嗰個都好笑嘅，天文台嗰、那個有冇啊？或者求其出另一個都得嘅，呢、這個幾靚啦，終於有焦頭啦，起碼都咁樣。呢、這個天文台搞嘅，咁樣有個蛋撻喺個頭度嘅，你見到佢啊咁樣，唔係喎，係太陽加彩虹嚟嘅喎。系啦，咁手執一個風嚟嘅嗰啲頭髮係，啊，唉，個個都有斗篷嘅喎，佢都做咩咧？咁手執個温度計，佢叫咩名咧？道天隊長。道天隊長，佢其實係讀道定係讀度啊？唔知，我估係度。度天隊長嚇，咁因為佢係天文台，所以咧佢嗰個吉祥物就度天嘅咁樣。咁地政署嗰個應該係點嘅咧？有冇噶？涼地隊長咯、啊，不如係涼地嘅咁樣。咁嗱呢個係真係有 cosplay 喎，咁樣。但係商業冇，商業有冇相啊？應該冇，佢冇揾到嗰個 cosplay 個相，因為阿依人啱啱揾到嘅咁樣。你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都出下第二啲啦，不如。我唔係，我而家幫政府宣傳，希望拗翻一官半職，等我做第二個張炳良，唔係呢個就這個應該大家就見到，其實因為香港搞個東亞奧運會啦咁樣，咁其實呢啲咁嘅運動盛事都會搞吉祥物啦。這個就好似係公開參賽嘅，如果我冇記錯，咁最終咧就兩隻吉祥物咁樣，又男又女，好鬼男女平等咁樣，因為係東亞奧運會咧，佢改個名叫東仔同埋阿妹嘅，人改名你改名，如果我生個女係咁樣改名，好影響親子關係噶嘛咁樣。咁但係阿康係有啲睇法嘅對於呢只嘢。係咪其實我覺得個設計師又唔知係咪慳皮定係點啊？其實我分唔到兩隻有咩分別嘅。其實啱啱佢哋又同我哋講就話我問阿陳四佢哋就話女嗰只咧就有眼睫毛咯。咁我哇原來真係睇唔到嘅真係。係啊，超假眼睫毛就係女人嚟嘅。咁舞獅嗰個咧就係男嘅啦。而家阿商業放大眼睫毛俾你睇啦，咁樣。咪就係咁一樣嘅，根本就係。但係我唔記得咗啦，應該本身有意思，就係話講呢只嘢本身係一隻咩嚟嘅？因為呢只嘢而家係其實係咩嚟嘅咧？即係你吉祥物本嗱，因為吉祥物好多咧都係建基於一個動物，咁跟住就再發展出去嘅。我覺得呢啲深入啊 ，T C 都講啦。咁咧就先發展出去。咁其實過往有冇試過係唔係一個？動物咁就做咗只吉祥物之後受歡迎，有嘅就係如果冇記錯就是、意大利世界盃咧，就係、是、一個積木咁樣咧就
其實就好受歡迎，但近年就近年其實連國際城市嘅吉祥物都搞唔掂嘅，我唔知係設計問題啊。公仔同牙妹係個設計係用火同埋獅子作為元素嘅喎，白色嘅就諗住象徵呢個香港人嘅靈活變通啦，就喺獅子山下咧就鍛鍊出同舟共濟、自強不息、永不言敗香港精神，就頭髮就象徵火焰，就代表香港人嘅活力。而且獅子就係力量同埋自信嘅象徵咯。而且嗰啲頭髮咧係規定係八條嘅，定係八個國家，八個參賽國家，即係一個國家一條頭髮。我哋知 Final Dido 下邊嗰條咧 ，Final Dido 就七條。你知唔知係 Final Dido 啊？唔知啊，依人唔知啊，康都唔知啊，因為我唔知阿康幾歲啦。你有冇25歲啊？我冇。我屌，我同依人差唔多年紀嘅。哇頂啊！你咁老嘅個樣子，Final Dido 你唔知邊個？Final Dido 係七喜嘅設計嚟嘅，只腳老鏈咁長，頭髮指定係七條噶嘛咁樣，咁因為七喜啊嘛，啊原來佢八條係咁樣照抄，跟住就話呢、這個東亞奧運會。東亞運動會咁咧就係、是，原來呢只獅子你真係再出多一隻白獅子咧都有噶嘛，白老虎就有就話有白獅子嘅有嗱呢只叫獅子，咁我以後點教細路咧？呢只叫獅子，跟住就話係寓意靈活變通嘅。係咁、啊，你而家答問大會問梁振英啊，你人真靈活變通，成個冬仔咁嘅樣咁樣，佢都呆咗啦。呢兩個咧，佢係有影射噶。冬仔係代佢係中意踩單車嘅，而呢個亞妹係中意水上運動嘅。咁而冬仔嘅崇拜偶像係黃金寶，亞妹嘅崇拜偶像就係李麗珊咁樣。仲係講緊李麗珊。呢啲咪勝利球迷咯，做吉祥物都做勝利球迷，冇鬼用嘅，咁你廢柴添啊，廢嘅吉祥物，所以冇人記得咯咁樣。咁我哋冇乜其他啦嘛。加時香港，加時香港係有吉祥物嘅咩？佢宣傳咗咁耐都冇講嗰只嘢嘅。加時香港做乜嘢唔同 style 呢個粗邊嘅加時好邊嘅加時香港咧就四個公仔嗱，東亞奧運會有兩隻，一隻東一隻亞啊嘛。加時香港而家係咪代表一人一粒加咗時係咪㗎？頭先我聽你講好似話加時香港就四隻嘅咁樣咁，唔係有左起咧就嗰只叫做小芽菜。咁咧，跟住藍色嗰只咧就叫做叻叻，跟住咧綠色嗰只咧就叫做小清新，跟住黃色嗰只就係叫做嘉嘉啦。哦，因為嗱，嘉士香港，即係佢而家藏頭絲咁樣，食翻四粒字咁就嘉士香港。嗱，唔好講笑，我呢啲幫政府宣傳吉祥物，我都希望可以入政府做翻一官半職，報效朝廷，報效國家。我呢啲咁嘅讀書人，嗱，俾條好橋你，如果一粒字搞一隻，下一個一定係。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啦！我點解去四個唔同 style 我叫鹽鹽，我叫糖糖，我叫和和，我叫中中。做都做幾廿隻啊，錢都使唔少啦。呢四隻係有分唔同嘅嘢㗎。話佢呢四隻嘅 style 唔同嘅就係點？即係降低食物鹽和糖委員會，我都可以有唔同 style 㗎。阿、鹽鹽咧。咸啲嘅，系啦，系啦，咸啲嘅咁样，糖糖甜啲嘅。阿江江咧就中意喺泰国学术嘅，黐条线，搞到全部28座大王咁样。你啲咁嘅政府嘥晒我哋啲钱，跟住老人院又唔起多档咁样，咁啊加时香，哎呀，好掹整啊！睇完之后咁样，咁其实唔系，但系因为譬如。頭先我講咗吉祥物係有佢個作用噶嘛，其實係希望啊，你認得佢，即係小朋友行過認得，我認得佢啊，佢係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嘅糖糖咁樣，或者佢係偉偉咁樣，咁我記得佢，咁你希望可以catch up 到佢啊，或者如果係一啲商業活動嘅咁樣，咁就希望嗰只公仔都賣到啊。其實近年都有呢啲咁嘅公仔都做到嘢㗎。大嘥鬼係一種啦，但大嘥鬼你唔會攞嚟買啦嘛，即係大嘥鬼攬把襯咧。頭先我講你哋唔係好認同啦，但係我喺坊間見嘅啫，我都未必準確。就係其實坊間 TV Buddy 係幾受歡迎嘅喎。
我唔認同，係啦，因為真係唔靚，唔係大佬。我都覺得唔靚啊 ，Tiffany Buddy， 但係都幾多人擁戴，或者咧如果佢真係派鎖匙扣咧，係多人搶，而係因為覺得我想擁有一隻 Tiffany Buddy 喎。而佢係幾奇怪，我唔係 TCO 即係專家啦咁樣。我因為呢啲咁嘅吉祥物咧，冇眼係好難搞嘅。係啊。即係可愛靈魂啊嘛！可愛公仔係有眼，係你先同佢對到噶嘛，所以三眼仔受歡迎。亂講。跟住另外譬如仲有其實我覺得九巴嗰只都九巴仔都幾好嘅，都係受歡迎嘅，即係起碼都得得意意啊，成個炸彈人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講代表得。勁嘅咁就係原來就係日本嗰只熊本熊啊！日本嗰只熊本熊咧，其實我一路都唔知喺邊度嚟，四驅車又出，跟住好多食物都出，就係呢只咁嘅嘢啦。你睇下劉青雲咁嘅樣，咁劉青雲咁嘅款，咁咧就原來佢係吉祥物嚟嘅，係其實佢係熊本市嘅吉祥物，其實佢係呢幾年。是四年前才開始推廣的，但是現在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已經是直逼了 Hello Kitty 和米奇老鼠的了。其實徐元也有篇文講到，就是說為什麼熊本熊會爆紅呢？其實它不是只是在於它的外形的問題，說它的外形很 Q 很得意的問題，其實它是用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方式去 promote 呢一隻公仔，同埋去用呢一隻公仔去真正宣傳到嗰個城市嘅一啲優點，去令到呢一個公仔呢、這個吉祥物真係令到一啲當區嘅一啲居民覺得哇真係好得意喎，好受歡迎。佢亦都會因為通常咧，如果假設你係宣傳熊本市嘅話，咁我哋呢啲遊客去到覺得喂好得意喎公仔，但係當地居民就覺得哇做咩啫呢只嘢普通一隻公仔嚟嘅啫嘛，咁即係 for 啲遊客咁你當地居民唔係被宣傳嘅對象又咁講。係咁，但係佢亦都喺官方亦都有好多嘅活動啦，有一個熊本熊就話咩無啦佢失蹤咗喎，叫一啲居民一齊去揾啊，或者去介紹一啲。好吃的嘢食啊，熊本熊去介紹，咁就由佢一個主角去切入翻一個宣傳嘅角度，去用呢、這個吉祥物去宣傳當區嘅城市，咁就令到嗰個形象更加入屋咯，我覺得。同埋而家熊本熊會出現咧，就是、其實因為熊本市嘅時候出現一個危機，咁就話嗰陣時就九州新幹線就開通啦，咁就連接咗大阪同埋鹿兒島，咁就熊本市就擔心。咁嘅經濟可能會受到影響啦，咁於是就設計咗熊本熊出嚟。咁但係最大佢嘅宣傳佢個策略最逆向，有一個逆向思維喺度，就係佢第一就已經係去大阪嗰度宣傳翻自己熊本市嗰只熊本熊。嗯，所以呢個係特別嘅地方咯。然之後就頭先好似阿康嘅講法，就係話佢喺網上製造一個好似全城就喺度捕捉熊本熊咁樣啊。咁樣，同埋另外佢其中一個關鍵就係佢唔會限，佢可以俾其他商業機構去用佢呢只熊本熊嘅商標咯。但係前提就要講介紹翻熊本熊嘅係咪熊本熊市嗰度？係熊本市嘅啲特色啦。咁其實講啲商業嘅例子，咁其實佢就有同呢個 BMW Crossover 出咗一架Mini 嘅車啦，咁可以貨一啲即係中意熊本熊嘅人去買。咁同埋有一個。Leica 的德國的相機牌子亦都有跟熊本熊做 crossover 出了兩款的相機，就給回一些真正熊本熊的一些支持者去支持熊本熊啦。其實它亦都有很多不同 的特別的方式去宣傳的，有一個就是近來的，就是一個個人化一些的一個宣傳，就是它是一個熊本市的營業部長，原來他一直都是的，有一個 position 給他。但是最近有個新聞，原來他是減肥失敗，就被人家免了職了，現在就真是慘，肥一點都不給這樣真是唉遣返回大陸嘛樣那譬如他講到徐元他都有提到就喂，這公仔靚不靚 都是其次，當然靚是緊要的，慈善什麼，但所以就你推這吉祥物出來呢，其實你是要在不同的渠道都滲了先，即是你要被人認識了先，大佬你要周圍帶，即是你要帶他周圍走先，即是譬如你歌星帶個二線的歌星出來，你都帶他周圍走啊，走下台先，這樣多些宣傳，之後才一見到他就哦我認得他
講唔出名添咁樣，咁樣噶嘛，咁你先至可以連結到落去噶嘛。反觀咧，你見香港啲真係志在使錢嘅啫喎，嗰堆嗰啲鹽鹽啊、糖糖啊、委委圓圓會會啊嗰啲，好似度天使咗20,000蚊。咁又唔貴喎，係 OK 啊。喂，咁又唔貴喎，我仲要要六位數字添。咁兩皮搞嗰只，咁就算數啦。你俾多幾個暴風球，我算數啦。大家鬧骨好均真啦，做人嘅嘢係咪先？安樂樂嗱，我哋呢啲我傾得嘅咁樣。咁呢樣啦，咁我哋遠時報搞唔搞吉祥物好咧？咁樣，因為我哋之前有隻花生仔，不過賣貴咗少少，就唔得一隻咁樣。如果搞，因為我哋譬如有砌嗰個積木啦，都係花生仔啦咁樣，咁就。都是消費緊某一個成員嘅咁樣啊！我哋使唔使搞下第二啲咧？咁我哋停一個投票，睇下會唔會消費其他人好啲啦？咁樣你又出翻只咯，梳四條頭髮咁樣？唔係咁因為有係行 Q 咁，唔一定係邊個，唔一定係即係用邊一個咁啊？譬如夾夾兔咁咪幾好咯？咁樣咁好，結果出咗啦，你講一講啦。結果咧，冠軍就係夾夾兔，有31票，38.75%。第二位咧？咩啊？係恭喜嘉文。第二位咧就係花生仔，有27票，33.75%。第三位咧就係老蕭，11票，13.75%。排第尾嘅咧啊，唔係喎，湯姆同老蕭係一樣票嘅，都係11票。湯姆老蕭係一樣㗎，係一樣㗎。不過又減，即係講開湯姆賺賺嘅。尋日星期嘅同盟，即係你一陣有一睇啦。佢剪個足球片都好辛苦嘅咁樣，咁又再提啦。拍啊，雙傑啊，同阿 Coco 嘅粉拍啦，好辛苦啦 ，Sky 啦咁樣。就好吃力，咁都剪得好辛苦，好唔好睇？我冇話好睇啊，我話剪得好辛苦咋咁樣。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但係佢冇俾翻轉播費我，我有份踢嘅喎咁樣。咁呢啲同阿拜賺費係咯，講錯啊，冇權酬啊，唔係冇波酬嘅咧咁樣。好，咁我哋積極考慮一下會唔會將夾夾套咧成為吉祥物嘅咁樣，係都幾開心。出 poster 俾大家。係啊，周圍同人講話呢樣熱血夾夾套，點解啊？咁樣你等我陣，發稿過嚟。佢有开光啊，系啦，等我话你知咧，咁样咁就系咁样啦。咁系咯，唔系我真系觉得政府嘥钱啫。我讲嚟讲去都系呢样嘢咁样。好，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啦。咁今晚热血政治再同大家讲。咁就大家继续留意住热血时报嘅 Facebook page， 因为我哋不断咧喺呢个时候都系出紧新闻，就因为而家咧就系梁振英嘅答问大会。咁我哋一路 keep 住有啲news feed 咧，继续出嚟。咁你like 咗我哋嘅 page 咧，咁你可以一路跟进住。呢條咁嘅冚家產咧係點樣冚家產法嘅？好，我哋今日去到呢度，今晚熱血政治再見，係咁，拜拜。